娘，别哭了，现在我们好多了，你那外孙外孙女儿都惊着呢。现在我不多干活了，吃的用的也不少了，娘放心吧。秋兰，别哭了，这坐月子呢，让娘看看小外孙。刘氏把胖胖抱给了外祖母，又过去和李秋兰说话。嫂子，今年家里收成咋样？我哥和侄子都好吧？大壮二壮淘气不？青兰，你别总是那么操心，我们家都好，今年收成不错，那俩小子淘气着呢，我都没敢带来。那就好，等天暖和了，我回去看看那两个小家伙。青兰，怎么你生孩子还是借的鸡和鸡蛋呀？这上房一点也不给吗？还好娘给你带了二两银子。娘，不用担心，还不是那俩孩子机灵，这鸡要是放上房我就吃不到了，放隔壁，到时候求刘嫂子给收拾了再拿回来。刘氏说起这个心里高兴，自己家这孩子以前让马氏压得气都不敢大喘，现在把马氏气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。那不还是上房一点也不给你们吃的，不过你们这样不会让你婆婆更生气，再找你们麻烦吗？娘，你还不知道我婆婆怎么对付我们啊，本来也都是那样了，还能不好到哪里去？我现在是听妙儿的，能少干活就少干，能多吃就多吃，不生气养身子，以后分家就好了。你们上房就拿你们当免费劳动力呢，那能舍得让你们分出去？刘氏也知道不是一下子就能分开的。娘，这事急不得，只是这么想的，就算不分开我们也不能受了欺负。放心吧娘。那就好，看着你们都好好的我才能安心。你们要是能分家，开始苦点不怕，娘跟你大哥都能帮衬着你们点儿，你们都是能干的，以后呀不怕日子过不起来。嗯，娘放心吧，你看这几个孩子这段时间都胖了，真的过得挺好的。刘氏怕自己娘太担心，赶紧解释。这时候许安瑞拿着鸡蛋筐回来了。娘，我把鸡和外祖母拿来的鸡蛋都放柳大娘家里，吃的时候再往回拿。你们几个这心眼啊长得比我和你爹加起来都多。